All right. Open your eye. I'm flying, Jack. Hello, 我们是随阳随报。今天想看部好影集吗？这次要介绍的是刚刚在 Netflix 上架的日剧《First Love》初恋。如果你和我们一样生长在80到90年代，并且在成长时期大量接触了日本戏剧的话，应该会认同当时日剧在台湾受欢迎的程度绝对不亚于现今的韩剧。而其中几部极为经典的作品，像是《101次求婚》《长假》《恋爱世代》《东京爱情故事》和《魔女的条件》等等，更堪称是许多人的爱情启蒙教科书。但曾几何时，韩剧以极为精良的制作、天马行空的创意和质与量都极高的演员，不止成功打进全球市场，更挤压了观众的观影时间，间接限制了日剧的发挥空间。但是在看了今天要介绍的《First Love》初恋之后，当年熬夜追日剧的悸动突然再次浮上心头。我们不止多次被感动落泪，在追完全剧之后，更忍不住立刻想要二刷，而且还在重看的时候发现了超多埋得超棒的伏笔。加上这部影集充分展现了日本独特的文青美感，不管是光线、运镜、剪接、场景还是留白，都充满了诗意，不说还以为是无印良品的某支广告呢。 First Love 初恋的故事要从20多年前的札幌开始说起。当时才十几岁的男女主角并木晴道和野口野樱是高中同学，在经历了相遇相爱之后，却发生了某件意外导致两人分开，走向各自不同的人生道路。但在命运的安排之下，两人又在步入中年时再度相遇，而剧情就环绕在两段时间中的晴道与野樱，乃至于他们周遭的人身上的爱情故事。或许从现在的角度来看，影集里有许多的剧情，例如车祸失忆、久别重逢、另有婚约等等，会被认为是老梗。但在剧组极为细致的叙事手法之下，这些狗血剧情却唤醒了我们内心里以为早就已经随着年纪消失的浪漫。有铁石心肠称号的我，更在写稿找片段时好几度红了眼眶。而我们认为，这除了要归功于剧组和演员的努力之外，最厉害的还是编导韩珠百合藏在剧情里的一些伏笔。这些伏笔在第一次看的时候，你可能不会特别留意，但是在结合了后续的揭露和翻转之后，却也如回马枪一样，用浪漫直击观众的心。因此今天的节目，我们想要分享我们自己最爱的五大浪漫暴击瞬间，相信会让你更加喜欢这部影集，也欢迎你在影片下方留言分享最感动你的伏笔。在继续看下去之前，请先订阅频道，并且按下小铃铛，也欢迎到各大 Podcast 平台上搜寻那些电影教我的事，听我们聊更多的 First Love 初恋。すいません、やっぱちょっと上げてもらってもいいですか？あ、はいはい。根据我们自己的观察，当年日剧成功的其中一个要素就是会搭配一首极为动听的主题曲。而日本天后宇多田光成名曲之一的 First Love 正是刚刚提到的经典日剧《魔女的条件》的主题曲，同时也是这次同名影集的创作灵感来源。在这首神曲的搭配之下，影集叙述了一对爱侣从15岁开始相爱到分开，绕了一大圈之后再度相遇的爱情故事。每当音乐响起，我们就会被眼前的凄美浪漫感动到鸡皮疙瘩掉满地。而如果我们仔细解析歌词，就不难发现这首歌几乎完美呈现了晴道和野樱的心路历程。例如第一句，最后的吻带着淡淡的烟味，苦涩而又令人心碎，描绘了野樱对于很早开始就有抽烟习惯的晴道身上烟味的依恋。或是明天这个时候不知道你会在哪里，你心里又会想着谁，就像是被迫离开的晴道多年来始终放不下野樱，时不时会挂念着对方的行踪。如果我有朝一日爱上别人， I'll remember to love, you taught me how, 我会记得如何去爱，就像你教会我的那样，则叙述了两人虽然分开了，但初恋留下的刻骨铭心却影响了他们的感情观。两人重逢之后，即使野樱一开始还没有回复记忆，但依旧无法克制自己再度爱上晴道。晴道也发现自己对野樱从未忘怀，而这就是第二段中那几句歌词所诠释的，停止转动的时间好像又开始动了起来，只因我不想忘怀。无奈造化弄人，两人因为各种原因还是不断的错过，于是明天的此刻我一定在哭泣想着你吧。至于副歌里的几句英文歌词，例如 You'll always be inside my heart, 你永远都会在我心里， I hope that I have a place in your heart too, 我希望在你心里也占有一席之地等等，则露骨的表达了两人深藏在内心对彼此的眷恋。但是我们觉得编导真正的厉害之处，
并不是单纯的从 First Love 这首歌里取得灵感，而是结合了宇多田光在2018年推出的另外一首歌曲《初恋》，打造出一个相隔20多年却互相呼应的完整故事。 First Love 的副歌结束前的那几句是这样写的， You're always gonna be the one， 现在仍是悲伤的情歌，直到我会唱新歌为止。这象征着两人分开之后，即使各自都曾经拥有爱情，却始终无法像当初那样幸福。而这首悲伤的情歌也在他们的心里唱了20多年，直到2018年两人重逢，宇多田正好也在此时推出了新歌，一语双关地暗示着一段第二次初恋即将展开。我们在开头时曾经提到，主角失忆导致两人分手的桥段虽然有些过时，但影集就是有办法把这些老梗玩出新的高度，而他靠的就是透过散布在影集中的一些线索，像拼图的碎片一样，让观众在不经意之下搜集起来，并在脑海里慢慢拼凑，然后在后面恍然大悟，进而被感动。更厉害的是，因为女主角也因曾经失忆，所以编导及时利用了这个手法，让观众有如身临其境般的感受到她逐渐找回过去的那种悸动。失った記憶が戻ることとかってあるんですかね？例えば事故で頭打ったりとかして。脳科学は予測不能な分野です。ですが。五感の刺激が引き金となって記憶が呼び起こされることは十分にありえます。匂いや音、味や光や感触。在第七集里，我们看到曾经在伊拉克出任务的秦道被迫参加心理咨商，结识了后来的未婚妻很美。第一次咨询结束时，他忍不住问了很美失忆的人有没有可能找回记忆，而很美则引用了所谓的普鲁斯特效应，告诉他人是有可能透过感官的刺激，包括味觉、视觉、嗅觉、触觉和听觉，唤起身体的记忆。虽然此时的行道看起来似懂非懂，但看到这里的我们却突然想起编导早已经埋下各种伏笔，例如第一集的丁香花、第三集的拿波里意大利面、第五集的手语、第六集的吻，都是在铺陈野樱即将迎来记忆的回归。果不其然，在第八集的最后，野樱坐在儿子的身边，听着他从行道那里拿回来的旧 CD， 播放着当年的那首 First Love， 对应的听觉过往的种种随着旋律突然全部浮上心头，野樱和我们的情绪也在那一刻溃堤。追伸君が元気でいてくれてよかった。もしもいつかまた会えたなら今度は君の物語を聞かせてください。这部影集之所以会被我们认为是神剧，其中一个原因是它的播映方式。如同我们前面讲的，编导为了要让观众能够身临其境地感受女主角逐渐找回过去的感动，在影集各处埋下了不少伏笔。但因为横跨了九集，如果是用跟播的方式一周看个一两集的话，情绪绝对无法累积到位。但好在 Netflix 选择一次全部上架，让我们最后几集基本上是一气呵成的边哭边看，也成就了接下来要介绍的三个最浪漫的抱起瞬间。首先，在第八集一开始，我们看到小晴道跟小野樱在雪地里埋下了一颗时光胶囊，各自藏了当时对他们最为重要的秘密物品，并且相约十年之后再挖出来。二十年后找回记忆的野樱再次回到这里，除了看见自己留下的各种回忆之外，也读到了当时晴道藏入胶囊里的信。但感动我们的除了待会会解析的信的内容之外，还有长大后的晴道留下的备注。原来早在野樱之前决定离开的晴道就已经先回到了这里，此时画面上出现两人擦肩而过，象征着他们再度错过了彼此，但字里行间却又充满了对对方的眷恋。这个桥段宛如成人版的你的名字，真的是太虐了。これが俺の宝物、初恋の物語です。上一段提到的时光胶囊，除了帮长大后的野樱找回记忆之外，还藏有一个我们光是想到就会起鸡皮疙瘩的秘密，那就是原来晴道早在影集开始的时间之前就已经在电车上见过野樱，并且对她一见钟情，后来还为了要能和她相处，一改以往调皮捣蛋不务正业的个性，拼了命的读书，考上了同一间高中，更在当时就下定决心一定要让野樱幸福。夢中で読んでた本が今にも閉じそうになってる。何かしおりになるものはないか。そう
ポケットにちょうどいいもんがあった。这个桥段的暴击力道之所以这么强，除了让野樱和观众得知秦道竟然痴情至此，也是因为编导安排了许多可爱又感人的细节，例如秦道忍不住模仿在车上睡着的野樱抿嘴的表情，偷偷将自己的车票塞到野樱的书里当书签，趁着收考卷时查看野樱的资料等等。可是最厉害的还在后面，原来野樱当时早就已经察觉了书里的车票，也曾经为了要打线对方，循着车票上注记的发车地点来到了秦道家附近的车站。虽然没有等到秦道，但野樱却在车站的黑板上写下非常感谢，意味着他其实一直都有接收到秦道那没有说出口的温柔。另外，我们强烈建议你在看完第九集的大结局之后，立刻回头去重看第一集，带着原来他们早就爱上了彼此的领悟，你会发现他们所谓的暧昧期其实到处都充满着甜到爆炸的粉红泡泡哦。最后要介绍的，同时也是我们心目中最浪漫的瞬间，当然就是大结局啦。虽然你可能会说，早在看到最后一集的一半左右就已经能够预期这会是以喜剧收场，但是编导却安排了两人跑到世界的尽头冰岛重逢，先是让女主角上演一场有如白日梦冒险王的追逐，再穿插着秦道独自一人在当地生活的片段，一面解答之前留下的最大悬念，也就是为什么秦道要选择离开，一面堆积情感能量，最后终于在飞机前两人重逢相拥时爆发。回顾整部影集，我们发现野樱最大的梦想其实是要探访世界各地，野樱子曾经将空服员当成是目标职业，而秦道也早就在不知不觉中把这个梦想烙印在自己的脑海里，再加上想要保护心爱的人，才让他决定加入自卫队成为飞行员。这个梦想虽然曾经一度被搁置，但在和野樱重逢之后又再度浮上心头。我们觉得他当时之所以会选择再度离开，就是想要先完成自己的梦想成为飞行员，之后再回来带着野樱实现他的梦想。而编导在最后选择满足所有人的愿望，安排两人来到这世界的尽头，不止再度相爱，秦道也成功的当上了驾驶，更让野樱化身成为真正的空姐，在爱人驾驶的飞机上美梦成真。此时耳边响起的不再是那一首贯穿全剧的 First Love， 而是宇多田20年后所写的新歌《初恋》，象征着两人这段感情虽然是新恋情，但对象却始终是那一位刻骨铭心的初恋。看完了今天的节目，你是不是一样被我们感动到不要不要呢？欢迎你在影片下方留言告诉我们你自己的浪漫暴击瞬间，也欢迎到各大 Podcast 平台上搜寻那些电影教我的事，听我们聊更多的 First Love 初恋。我们每周都会有新内容上线，除了 YouTube 之外，现在也推出了 Podcast， 欢迎到各大平台搜寻那些电影教我的事。